1988年6月14日，请。这大红嘴，好看。你好吗？臭流氓！喜欢他呀？这么挂脸吗？这就好办了。我其实想等这窗户纸自然脱落。我等不了啊！啊，跳舞去。你看看他，他正好没有舞伴。你不是叫我？不是你刚才让我买的花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罗兰？我也刚知道。小鹿同志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让你动我吗？魅惑。你妈姓啥呀？我说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哥呀。难道你这会儿就开始喊我哥了？